目前他国立体育大学球类运动技术系沙子成，去年才为中华技术高中毕业，今年就被美国职棒 MLB 奥克兰运动家看见。在去美国打棒球之前，沙子成特别回来武校中华技术高中，关注嘉宾奥克兰运动家的签约金，而且还和在校的学生交流球技。要去美国打棒球的沙子成，专工回来武校捐签约金，读高中才接受专业的棒球训练。沙子成真感谢武校对伊的栽培。当初高中以前是社团球队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很有兴趣跟热忱，然后到了高中想要挑战科班，然后经由耿博轩教练的推荐，然后来到彰化一中，想说可以来这边打底，然后这样子。馆长王惠美而到沙子成是中艺之光、中华之光，不断超越自我，接到家己的努力，得到美国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介意来签约，非常不简单。马上就要到美国过去发展他的一个新生活，那今天特别回来给学弟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加持，在这边也祈勉我们的同学都能够呢像子成这样一样，不断的有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。那子成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很重要是他自律，是他的负责任。他呢不断的精益求精，让自己的球艺能够更好。沙子成表示，伫咧中华技术高中拍了真好的基础，去美国了后，未追求球速，爱先强化身体，增加体重。我先强化自己的身体素质，然后把自己的体重拉高，然后球速的方面先没有很担心，然后。因为我觉得身体素质跟体重上来的话，球速方面的话就不会太担心。事实上，中华技术高中伫咧2006年成立棒球队了后，已经栽培出真侪优秀的选手。那伫咧台湾的职棒舞台发光发热，如今又搁前进到棒球的上冠殿堂美国职棒。前进大联盟。大众新闻，天上中华，彩虹报道。